就太急了，就不可以游泳了。嗯。我自己在这里就好了。不能。你我一进去就太急了，就整个就满出来了，就不可以游泳了耶。这个你又在浇花，你又在煮汤了呀。嗯。我信你在煮汤，那煮什么汤？这个是型男大主厨哦，哎、这是小鲜肉大主厨。这个是蛋面鱼汤哦。嗯。哎、啊，老板，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老板，你在煮面面，怎么没有穿衣服？而、啊、我看到你的屁股了耶！老板，你有腹肌吗？你要给我那个吗？黄色的那个。黄色的什么、那个、帽子吗？那个。用水的、啊。嗯。哦，好。好，给我。给你啊。嗯。不是那个，给我。这是我的帽子。给我。那个是煮汤煮很快。这是小鲜肉教室，煮汤教室。你看，这是大鱼汤。啊，还有一只乌龟还没煮。啊，乌龟不用煮了。乌龟在那里还没有煮好耶。哦，你还是排队，我赶快下去泡一下，太冷了吧？嗯，小鲜肉教室，嗯，哇，这一锅汤好像很好喝耶。看我的乌龟攻击就飘，它在跳。不要躲起来了！不要躲起来